站起来，没有了，真的，谢谢大家，招待不周。那个，我们今天来到了是第一次在 VTV 这边做的直播现场，在直播现场里面呢，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经过了第二名的逆袭，所以在这里面呢，所有演员现在还不是那么专心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上网跟大家一起 follow 一下最新的状况。 留言在 VTV 有，VTV 点进来，对，认真，对，非常认真的。那就是时隔一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又在这边跟大家见面了。因为前面其实第一季播完了，一路大家就一直 follow 着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然后长大的部分其实要花了5年后的时间，我们花了一个月，终于跑到了今天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在这边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第二季的状况，以及之前我们有从 VTV 这边募集了很多世界各国的 粉丝的一些问题状况，是，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部分呢，非常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第二名的逆袭，我们还邀请到了我们的制作人 Sammy。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位欢迎的呢，就是我们的尾鱼 CP， 我们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冰雯。对，然后接下来他身边的这一位伴侣是李琦。我是石哲宇。好，他今天是石哲宇。好，接下来石哲宇旁边的这一位呢，来，我们两对 CP 一起来介绍我们第二位名人逆袭这位老婆，全名老婆，来，我们来跟大家。德意 CP， 大家好，德意的笑，我是林总。 不要再讲德语的笑了，又笑，杨雨涵。雨涵每次都很认真的要那个跟大家打招呼，然后都会被你们打。就哎，其实应该要把你跟表哥拆开来。为什么？因为表哥都会闹大家。那你们两个，这个有典故的。哦，这典故，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表弟安排的。好，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怎么办。表弟安排的，他会怕。 表弟一直觉得应该要把那个老婆跟他想把我隔开一点，对不对？你看，我看右中间隔了两个人。所以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讲的有全民老婆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全民那个现在大家众所瞩目的表哥跟表嫂，两位这个克拉夫妇，还有我们的土拨鼠夫妇，好不好？来跟他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表哥小瑞佳。Hello，大家好，我是表嫂余真轩，AKA石之田。为什么前面要叫 AKA 石之田？Snow Us，OK， 我们 Hip Hop 的啦。OK 啦 ，Hip Hop 的啦。好，那个大家都知道，我们 W Boys 和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对，W B 的 Boys 和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很多人都一直在呼喊我们出团呐。 那你们觉得我们日后有没有机会用 WBL 一起来出团？因为我们现在不就出团了吗？就是啊，一个团体。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我们团号是什么。团号是？哎哎哦，好哦，好好。得意的笑哦。我们 WBL 团号是，大家好，我们是得意的一天。得意的一天，白痴。突然，不要以为换位置就 OK 了。 好了，我装没听到。但是呢，我跟你讲，我们一开始要跟那个，因为今天的直播的品质应该非常的，应该还不错啦，所以欢迎大家赶快进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的部分。VTV 这边，不管是APP 或者是我们的网络的部分都可以进来。那 IG 的部分也会服务一些可能在路边乡野之间的人。好，那我们在里面，但是我们其实很，我们干得很 international， OK， OK，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你不要看到我这样笑。 好，我们其实很 international， 好，我们的 international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因为我们从有八国语言的翻译，然后我们在其实世界各国的很多地方，我们的收视都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是第一名，所以请大家用自己会的语言在各个国家打个招呼好吗？好，大家赶快要抢先，赶快举手哦，不然你的语言就被人家打掉了。我先，没有，举手先哦，举手先哦。好，你谁举手先？好，来 ，OK。 Hi everyone, we are here doing live with you from Taiwan, and we are doing very, very well worldwide.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and keep up. Let's keep up the good work, and sending you lots of love. Thank you. 慢完了之后，哎，接下来是你吗？就是你的西班牙代表啊，西班牙，我们欢迎我们西班牙的代表。 哎，你不要乱讲。台语的。哎，你不要这样把人家讲掉哦。哪里哦？台语叫西班牙。哎，只有你会讲西班牙文，你还跟我讲台语。好啦好啦。Hola hola,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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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a。
Hola a todos, ¿cómo está? Soy Ricardo y muchas gracias por su apoyo y gracias. Muchas gracias. Okay. 被我发现了。你有麦？你有麦？你有麦？有麦？有麦？日本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2位の逆襲どうでしたか？ラストまでぜひ見てください。哎，好，你得看赛。好，接下来。你又会。因为我们之前有录。你不要在那边乱搞，人家 Q 你了。哎，录好 Q 你了。你在那边乱讲日文，人家就 Q 你。快点，快点。大家好，我是钟瑞佳。哎哎，你不能讲中文啊？不，我们刚刚一直在中文跟大家打招呼啦。哎好，我是钟瑞佳。丢你！喂，丢什么？丢什么？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OK. 失控的人是不是？没有，你讲走我要讲的。丢石头啊！丢石头。丢石。那你的你讲完了吗？我讲完了。那我待会帮他讲讲完了，我也讲粤语。那你讲不行啊！你讲韩文好。我真的可以讲很好。哦，好。哦。没有没有，先不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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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交给来。嘘。谁？韩文。韩文，韩文，你可以讲韩文。韩文怎么讲？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子红입니다。입니다，입니다，입니다。여보세요。什么마시소요？마시소요，보고싶어요。아 OK。감사합니다。谢谢。스미입니다아아안녕하세요，子红입니다。감사합니다，스미다。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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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就係你哋留嘅言啊，或者做嘅嘢啊，都係好犀利。這真的是希望你哋中意我哋嘅劇。好，真是好犀利。多謝曬，多謝曬。他拍，你學過對不對？我會，你拍戲學過對不對？哪一個角色？其實不瞞您說啊，我學過。哎，那個我跟你換一下位置。沒有啦，我快受不了，太年輕化是不是？對。好难聊啊，好难聊。羞羞啊！我之前拍戏学过。哎，羞羞羞羞。羞羞啊！先讲羞羞啦。哎呀，一起棒啦！好来赞赞啊！好，我们直接回到现场。好，今天大家，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在第二集里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主要呈现的故事？好吧，我们刚刚第一集看完了嘛？对，第一集看完了。第一集看完可以看到了，我们有办公室成毅集，就是成毅集团跟。好像那个华庆的华庆公对不是股份有限公司啊，对华庆里面好不好？我们先从华庆的跟成毅集团的一起来讲起好不好？嗯嗯，那就先那个还是华庆总华庆先，我们从被并购的先好了，那就我们从被并购的对，他是那个职位比较大，我是董事长，对，然后就帮我继父回来处理华庆公司的事情，结果想不到。成毅集团是并购我们公司的公司，对副总裁就是周书义，周书义副总啦，不是副总裁，副总副总副总，你有怕升职哎？我真在你眼中，在你眼中情人眼里出西施啊？对，反正就他来勘察要并购的公司，结果就遇到我了，然后就天雷勾动，给了我打掌，这样。好，那要不介绍一下你公司的成员？选我，选我，选我，选我！这个是我们的技术长，只有你，对对对，只有你可以选，只有我。哎、欸，对啊，只有你、啊，也只有我，只有你可以选，只有你。对，我刚其实我进公司不久啦，对，然后技术长在里面待的比我久，但他还是算是下属，可是他是在公司里面是比较资深的，那他的坐姿也是怪怪的，这样，怪怪的，对，怪怪的。嗯哼哼 ，OK。好，然后那这位是因为是家属啦，我们从家属开始好了。对，对家属。家属没有啦，家属就已经不在公司上班啦、啊，就是家属。哦，哎，刚刚是播到什么？刚刚就播到。餐酒馆。有对对。一下下。对，有。就你跟他那个。就这一季其实，
我跟余真先算是个误会大和解，因为经过了十二年，然后把我们中间会会相遇。对，不要紧张，说的没错，说的没错。然后在这不相遇，我们就不知道这一季要怎么播下去。是没错。然后在这一季呢，也有一个大。就是也有，就是终于知道，欸、我们叫你介绍自己，没有叫你介绍。很少看到你这么结巴、欸，哎、欸，你为什么那么结巴？因为表嫂在旁边嘞、欸，没有放一间更起啊，就一时之间少了我的帮忙了，是不是？你就这样放任了他？等一下，等一下，什么？就是这一季呢，也知道高士德是个妈宝，是吧？是吧？对、啊，我看他表情，看他表情。你看，你到底要把表哥放在这边，还是要把表嫂放在旁边？不是、啊、这一堆实在很难呢、欸。不是啊，你说两个要选谁吗？没有啊，其实哦，跟你讲的是不是妈宝这个问题？其实你要讲说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讲吗？哦，因为他是空降下来的人啊。对，因为这个是对一般人对于这个角色上面会觉得说一个空降下来的人，然后其实你还不知道，所以其实他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你觉得的这个人是怎么样子。对对对。对，但事实上会去证明到底会是怎么样，因为其实会跟着剧情的部分走下去。对，但我真的觉得他还算是个妈宝啦。在里面的角色、啊、还是个妈宝，没有没有，他有能力归有能力，但是他非常依赖他妈妈，归他非常依赖他妈妈。雷讲嘛，知道你又不认得他妈妈。十四年的经纪人，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再把我带出去了，拜托，好不好？受不 了，我已经坐过来这边了。没有，难怪人家有什么偏执症，雅斯伯格偏执，然后自残、雏鸟情节、轻度抑郁，哇，基于生哎。对啊，其实医生啊。好，所以我们原谅你，原谅我吧，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原谅表嫂一下。好，哎、欸，好了，那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集团讲完了之后，诚毅集团。诚毅，对，我们三个是诚毅集团，然后我是副总，他们感觉你是很像一个公司，我们好烂。你是谁特助？我们就是那种大的特助。然后我是公司的法务，然后我们是就是在毕业之后，因为跟周叔一直都是好朋友嘛，所以我就进到了他的公司，担任我的专业就是法律专业，做了法务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为什么哲宇会来公司呢？因为兄弟，我需要一份工作啊。他需要工作，你先开始乱讲。对啊，因为我想要进这个公司，这样我就可以就近看官兵。又在脸部表情。对，这样子他就不会可能跟周淑仪旧情复燃。哦。哎、欸，这个说法可以吗？毕竟，对这个，毕竟他，毕竟他消失了五年嘛，所以我们就跟他感情当然就会，这五年一定是比较近。薪水不错啦。谢谢老板。对啊，就是我这五年之间，中间就有你们两个，就是算是安抚我的一个角色。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都会知道说，应该薪水真的也是不错，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助穿的非常的不错、啊、哎呀，像个花蝴蝶。事业做越大，因为你事业现越做越大，越来越深。哎，真的耶。不要 Q 他。对对对对对。会漏。好，那可不可以跟就是我们之前其实有收集很多粉丝的问题，好，各国的，那统整下来之后有一些，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粉丝在看过预告之后觉得哭天抢地虐到烦，那第一集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感觉上面是如何啦？嗯，那可不可以讲一下大家各自的 CP 在里面虐的程度跟甜的程度有没有？大概会占比例多少？因为很多人说好虐，我不敢看，然后有人说要准备那个卫生纸，但卫生纸不够就要准备手帕。手帕可能不够，就要准备毛巾一条这样。浴巾，好、哦、浴巾，浴袍，好浴巾好。所以，而且因为今天只开了第一集，那因为之前我们在特映片花或者就特映的时候跟首映的片花，其实都有看到了很多到第二集的内容的部分、嗯，所以其实大家应该会从预告的部分会看到说，哇，那后面的部分到底会不会怎么样？嗯，对，好吧，我们从这边开始好吧。所以我们要讲你的 CP 虐在哪？虐的甜的。部分，我们甜的部分应该都在想象中了，想象的画面中。对，然后我们虐的部分都在真实发生的事情里面。什么小象？动物园是？什么小象？小飞象。哎哎哎！想象，小象，想象，想象，
象象熊熊，谢谢谢谢。那个场地经理，不好意思。哎、欸，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我们会超过十年。球员先涨啊，月的部分。你就知道为什么每次 WBO Boys 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去截断那个话的。好了好了，好，我们认真回答好不好？好，你再问一次。请问一下。请看重播好了。好，最虐的，最甜的。我们虐的跟甜的。最虐，我讲我虐的部分好了。啊、我觉得最能不能剧透、哦？哎呦，好，你不要说了嘛。我觉得下一位，我觉得最虐的部分在于说，当我见到他，我的心情是非常的雀跃的，而他却像是不能剧透，对吧？嗯哼，他就像是。一阵风慢慢的吹过，但是却无法剧透了，因为你剧透，太多了，剧透你是风，我在试着。下面一位，好，然后给他嘛，给他嘛。好，接下来我们说，哎，部分应该是、哎、不能剧透、哦。于真轩终于在十二年之后，找到遇到了我，嗯哼，然后呢，相遇了。不相遇怎么演下去啊？是啊，我做注解嘛，做注解，做注解嘛。然后呢，因为我们两个内心都有缺陷，所以呢，还是无法彼此正视自己的情感需求哦。需求，情感的需要，情感的需要，彼此都有自己的心魔，还没办法克服。好的，好的，心魔跟克服跟那个奋斗。好，但是你知道这两队就是，如果大家有听那个 podcast 的部分，我们有这两队有这一队有帮忙录了有关于他们两个的心境跟情感上面的状态，还蛮感人的。所以到时候我们试出的时候会让大家。不行啦，大家都以为我每天晚上有一条浴巾吗？躲在一条浴巾。每天大家都觉得我躲在那个棉被里面哭，有没有？因为乔姐很感性啊，然后什么发言中啊？你不是说那时候你看我们故事都看到哭？有。可是你听没有哭？有。哎，我哭了。哭啊！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了？我好想知道中间。没事，我们现在直播，没事。OK， 好，谢谢。好，那接下来这边，你们两个虐。没有，等一下，应该要先讲健康的那一对。好，健康啊！健康的这一对尾鱼已经是我们那个大家应该觉得很需要疗慰的时候，就会看一下这一对。对，疗愈系。我们的感情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风浪，可是我们之间的那个生活细节是我们在演这个角色最需要注意的重点。所以尾鱼变生鱼片。或者是散寿司，结活拳。制作人生气了。制作人。对，所以生活细节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五年嘛，就是至少交往了五年时间，所以这个五年之间，我们的那个互动啊，种种，其实就会在我们你们所看到那个小小的篇幅中，就要能够展现出来。就是比较没有啊，这这么大制作，食神与生气了，食神与生气了，最那么用心，大制作，小篇幅，对啊，就顶多就是太过健康，没有最虐的部分还是开玩笑，对，就是很多都是就比较私下的啦，就可能要观众自行去想象，从我们之间的互动啊，还有一些小动作上面，就可以看出我们。就是比较，你们聊你们的，你们聊你们的。哦，好，说到哪？有消息。没有，你应该是桃园之前。哎，OK， 所以其实你们在里面，那但是大家都在讲说，为什么两个不是情侣的菜？好像不是情，就是原本你们两个认真一点，就是不是你们原本不是都是不是彼此的菜？为什么会弄到一块这样子？哦，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蛮看他很不顺眼。但是看久了反而喜欢了，就因为他一直在我身边这样子，有你想象一下，有一个人他一直在你身边这样晃来晃去，然后又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来安慰你两句，然后你把他当出气包，就滚啦，不要烦我，但是他又会回来，对，然后你久了久了，这样好像还蛮可爱的，然后就
就觉得生活中会有一个伴，就是说一个很稳定陪伴的，对。好，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大家往细项看的时候，其实哲宇有一个理论，就是红萝卜理论这件事情蛮可爱的。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演到那儿，所以之后再来跟大家讲什么是红萝卜理论。然后我们哦，对不起，没有，他有讲红萝卜理论，但他没有讲什么是红萝卜。对，红萝卜不剧透是不用讲。你有没有觉得你坐在旁边很好？好，谢谢。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除了自己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对于就是德意他们这一对的感情的整个进展是也有提供一些助攻的状况，就是比如说帮助他们缓解一些紧张的时候这样子。很好很好，所以我们直接把话题 Q 到了这一对。没错，德意。好，来，德意，德意。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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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就是很棒，然后。很棒，对，我妈说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用过都说好。谁很棒？感觉蛮棒的。你觉得谁感觉很棒？就是那，因为我们第一集算是我们有误会嘛，很久了，然后他是对我非常的生气，这样子。对对对，那我等于说我想要重新的去把他给追回来嘛。那其实这个感觉那个时候还蛮真实的，因为你态度真的蛮差的。对对对，你要讲一下你的。没有，就是周思义，就是从大学他去美国之后，然后周思义这个角色是好不容易爱上一个人，对，然后对他来说很勇敢的去告白他，然后这样背叛，然后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能相信的一些事情，对，所以是五年后在那边很意外的见面也是，然后这样打一巴掌也是，那你会觉得说你打那一巴掌出发点是什么？就累积很久的，也当然是累积很久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一个说不出口狠的那一巴掌，就是因为那时候就其实可以拉出去，然后跟你说。什么东西啊？但是那时候就是对，只能动作。如果真的死心的话，应该是无视啊，而不会有那么失态的一巴掌。那就是还在乎喽。就是对，蛮开心的。那就是还有爱啊！你不要学我台，你是不是在讲我台词？对啊，我在讲你台词啊。恨是什么？那是第二集，大家要看第二集。对，哎，我没有，没有，在预告里面也有，预告里面有这句话，他就是看了预告学了。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什么？我把你当场地经理，我把你当场地，有接到有接到话。我喜欢李琦，他讲话很诚恳，对，他有一种很认真的感觉，真诚期。那因为第一季看完了之后，就是那请问一下那个虐，大家讲说，请问哭戏在里面大家的哭笑哭这么美的诀窍是什么？就给摄影钱啊！你们这个还没有哦，因为你们的要后面有，然后因为这个是情感障碍，也不会怎么哭，好不好？然后这一对健康，看不出来，对，因为你健康，所以也不会哭。那这两对好，这一对，你们给多少？对，其实从第一季学生的那种哭法到第二季，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试出了一些剧照的时候，会觉得那种隐忍跟那种。眼泪还没掉下来，但快掉下来的那一种感受，你们到底怎么去诠释那一个？是怎么哭的？哭得很漂亮，漂亮。就是怎么就你知道哭的这个东西，因为有些人哭可能就是鼻涕啊、眼泪啊的那一种，但其实你们又哭得很好，但是情感又很重，眼泪滴的都很漂亮。没有去想要怎么哭得好看，就。因为如果你想说要怎么哭的好看，或者是你去在意外表的话，很出戏，很不 OK。那演那么多戏啊，那种你是真的情感之所致，所以其实就这样子哭了，还是会去借镜什么样的情绪？我个人的方法都是在角色里面，我没有办法借什么想到家里的狗啊什么，没有，我没有办法。那反而我会出戏，而且我觉得那个状态也不是在那个角色里面。对，所以其实很感动，就是高士德这个角色，其实一直从他演出之后，慢慢对于我们来讲，他就成为了一种
他的高士德，就是他不管是哭的、笑着或讲了什么东西，我们就会进到那个里面。真实的存在。对对对，那 you 呢？因为你之前没有那么多的演戏经验的部分，那你怎么从第一集，譬如在泳池旁边这样子一直哭、一直掉泪，一直到后来？其实我就是拍哭戏前一天就会去想很久了，就是去想得很深，就是该不想的也去想。然后就是当时当天要拍摄的时候就就是对，就让自己很快就可以进去那个状态，对，还行 ，OK， 好。其实总归一句话就是，人帅怎么哭都漂亮。对，他意思要说我根本没做什么功课啦，我就是不是啦，有做功课，没有嘛？我是说对于哭的帅没有做功课，不会特别去研究这种东西。他只要专心在角色身上就好。对哦，因为曾经那个导演有说，他如果之后第三季的话，他想要演出，那我们就希望导演可以来演哭戏哦，然后看看导演的哭戏有没有一直叫你们哭，我们看看导演的部分会这么的从头哭到尾，都给他哭了，他哭十集，他就真的哭出来，每一场镜头最后都要 take 过去他那边在哭，就是我们要找导演在不同的角落哭泣，坐在 monitor 前面痛哭流涕好，好，那你们觉得就是有没有一个最能够代表自己角色的一句台词？因为最近有很多的网友开始在做讲一句话代表你看过 WBL、啊我都记别人的台词、欸，怎么办？我都刻你们台词，看戏的吧。没关系，没关系，那你们就讲一个你们对于这个戏很印象深刻的台词。不行，我要讲自己的，我想一下，快讲出来。哎、欸，我们这网友在玩游戏哦，就是最快能够接龙出。还不能讲吧？如果还没播。没，你可以讲说前面第一季的，第一季的，对对对对对。然后以及你可以再回忆戏的，好不好？因为第一季的，哦、我讲第一季的、啊，想我，你只有一句、啊，你想我吗？想我吗？很简单啊，帮你想我、啊，哎、欸，力道很强哎、欸，哎、欸，真的，他的哎、欸，你现在对着镜头，不要伸，他也没说要干嘛，好了，好了，好了，谢谢，谢谢，谢谢，好，你对镜头很深情，讲一个，这样很难呢、啊，那你对他讲好了，对他讲好了，你想他吗？想我吗？势在必得哦，所以这句这句，所以你觉得势在必得吗？对我当然是啊，可是我对你有一句话是你咬够了吗？嗯，哦，對對對想我吗？咬够了吗？势在必得，好吧？对，那你呢？我怕鬼。是想对着他讲吗？这一句台词啊，有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才开始的那一个晚上的故事。哎、欸，可是我觉得这那个画面其实那个桥段是塞得很好，你知道一个人突然讲到说，我怕鬼，因为怕鬼就可以有一个台阶说啊，我保护你这样子。我也是说，就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就是。那个太直接 ，Bravo！ 那个太 ，Bravo！ 崩溃了！没有，下次直播你就走那边去。完了、喔！我跟你讲，下次直播他们俩卡中间。哇塞！啊，不，下次直播他们坐前面两个，然后他们坐第一排，我们坐第二排。没有，因为我觉得那句话虽然他讲他台词上说我怕鬼，然后是好像是他害怕，这种晚上。很黑啊，干嘛？但其实他怕真正最大的鬼是他没有办法在毕业前跟周淑怡做朋友。我是这样子以这样的出发点来去说这个谎的啦。对对对，所以你自己心里有鬼。对，就是心里有鬼，所以你才会说谎啊，才会说谎，还有想要。哎，对对，就是。所以心里有鬼，你有点怕自己里面的那个东西。对，我怕心虚啊，就心虚嘛，心虚啊，怕自己的真心被发现，怕自己真心被发现，也怕当不成朋友。哇哦，对对。但你会不会也怕一个，就是一个出去了之后回不来了？角色会怕呢？角色对啊，高士德会真的会怕，会怕，所以才会后面的那一串。好，就你知道之后，就再也当不成朋友了。对啊，那我要吃我泡面。嘿嘿，我的，对啊，为什么吃我泡面？哎、欸，放蛮久的、欸。那你去把人家，你为什么吃别人的泡面？对啊，而且还给人家吃别人的泡面啊！别人猜拳，你一口我一口。对，哎、欸，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大家吃的时候就这样？他们一人一口可以吃的这么的顺畅、跟漂亮、跟那个 tempo 刚刚好。
这个就是默契了。哦，我可以谁搭个车？OK， 好，那又、觉得？那幸运还是我的吗？哇呀，这个没什么。哎，你可以再对着他讲一次，那个幸运还是我的吗？子龙，你要看他。那个时候是快哭了，对不对？对。哎，那你觉得那个幸运还是我的吗？哎，不对，不对，这样。那蛮重的，好吧，没有，蛮重的。对，嗯。那幸运还是我的吗？怎么要回答？我要回答。你说 ，yes。一直都不重要了。哎、欸，你在学我吗？为什么大家今天学我？哎、欸，你们平常有人学过他吗？不要不要啊！他很适合演林子闳。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学他、啊？自闭啊！没有，因为他很可爱啊。不是，子龙很容易觉得不好意思。我也会学于正轩啊。Nobody want to see。他们刚刚都说很像哦。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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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伤害，互相伤害。你没有过节，拿手机，拿手机。你们有过节。大家不要反应，大家不要反应，大家不要反应。对不对？让镜头卡在这边。哎、欸，经典你还没讲出来啊！妈宝，好啦，不要下一题啦。有了有了，又讲完了嘛，就是那个幸运还是我的嘛。好，哎，这，你干嘛在你干嘛在校园跑步，很危险呢、欸。你确定你有讲这句话？很深刻。我觉得这句话超酷的。在学校跑步很危险的、欸。你知道？你在学校那个？不行不行，我一定要讲。因为那一场是周淑逸看到于那个学姐跟那个他，对对对，反正他难过，然后跑过去，然后就在楼梯间撞到我跟史哲宇。然后那场戏，那个李琦一直跑来找我讨论。讨论什么？他就那一句台词，他原本的台词是撞到人不会说对不起哦。对，然后只是我们觉得说好像 太理所当然，对，太而且太凶了，太自己不讨喜。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讨论了大概有一个小时，然后最后的台词是多久？难怪有。你一直跑来问我说：“哎、欸，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你、欸、学的蛮像的。欸、我觉得你其实学比较好、欸。我讲一次，我讲一次。哎、欸，在楼梯间，然后还卡住，然后还卡住，在楼梯间。我卡住。我们不晓得是你，你在私底下在练的时候一直卡。我在私底下我一直卡。超好笑。可是正式的时候我不敢卡。因为那个机位是这样，这样。就一镜到底，你卡掉就完蛋了，压力蛮大。哎、欸、哦，那个，那你给他，你对着镜头再认真讲一次，说这样很危险，快点，要很认真，而且完全是那种要上戏的状况哦。哎、欸，来，镜头在那边，训导主任。哎、欸，镜头找到。在学校跑步很危险呢。啊？注意安全。为什么突然想可爱子？哎、欸，对呀、啊，这样有一种可爱萌感哎。好了，在你眼中都蛮有，好不好？来来来。我的是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嗯，不喜欢就不喜欢嘛。啊，对，对吧？在更衣间，在更衣间呢、啊， 就是在安慰他了，在安慰他的部分，在安慰李琦嘛，对啊，对那你而且那一个大家都说够 man， 就是啪一把抓过来够 man。李琦是不是还乱丢篮球还是什么？对，对，你这脾气很差哎、欸。好，但是其实就知道那一场其实还不止这样，因为在里面其实更衣室拍了很久，因为哦对，他不止丢篮球，他不止丢篮球，丢了什么？丢毛巾、饮料、然后东西往他身上丢，然后两个人在里面跑百米哦、喔。对对，他们还一直在里面跑步，蹦蹦跳跳，哇，好好看、喔，冰冰冰冰，有片段吗？有花絮吗？来，我们等一下 Q 导演，请导演好，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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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想看。好，我们会把这些片段好看了，好看，没有失去。不要乱讲。制作人说不要乱讲话，因为我一直觉得李琦的那个每次讲任何一句话都觉得他很真诚。对，
对啊，就会有一种你对课不课，课什么课，都不用工作，都不用工作了，然后就会觉得哦，对 我好像该工作。他的状态也很真诚。哎、欸，你做你真的好适合这个哦，就是、好适合去纠正别人跟那种纠察队类型的，就很爱多管闲事，我觉得。哎、欸，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九点半的时候就让他啊不用工作，赶快关起来，然后明天不睡觉。刷牙了没？表情包哎、欸！好，我们对我们等好，我们等一下会 Q 大家做一个表情包哦，好不好？每个人就是做一个自己的表情包，然后给一句话这样子，因为那个可以让各地全球各地的广那个网友去截图跟做动图，好不好？好、啊，所以等一下自己想一下，然后他们可能就是每天放在桌面啊、桌布啊，你都可以啊，都可以，可以哦，可以换别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要换五句都可以。不然你会生气。我不会生气。啊，好好好，我们再回来。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剧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的部分。嗯，好。但大家有提到说，请问一下，如果子红跟佑能合作一首歌的话，你们觉得你们会是什么风格的歌？哇，这我蛮期待的。就什么风格的歌？就是已经在制作了。嗯，会不会有什么风格的歌？譬如说是，也不应该是 Enga 吧，吼。就不会是 Enga， 然后也不会是 rap 吧？对。可是子红的声音感觉很适合 rap， 比如说啊，哎，对，因为对呀、啊，你是 rapper 当当哎。对啊，你是 rapper 嘛，对不对 ？Jazz R&B 都可以，都可以。OK， 我都很擅长，等一下就来。对对对，我现场即兴一下就 OK。Yeah！ 你说爵士就是讲求即兴嘛 ？OK OK。你真的一直挖洞给你。Oh my god！ 对，哎、欸，没有啦，没有啦，好，不开玩笑，我们很期待啦。对的。你说期待他们合作一首？对，期待他们合作。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要想像什么歌，那如果万一，对，就是我们知道网友都一直在敲我们的第三季嘛。嗯。但第三季的部分，我们真的会认真的去思考整个故事的走向跟内容。我们希望它是非常好看，而且是够能够让大家可以跟得下去的。嗯、那如果第三季的话，啊，你们愿不愿意来唱一首两个人合唱的歌曲放在里面？哦，还是在玩那个我们在那个游什么鱼摆什么玩的那个游戏，就挡住，然后一个愿意的举手，然后结果看他们不要再玩那种会造成误会的游戏，我都被害死了。你们觉得嘞？可不可以？当然是 OK 啊，啊当然是 OK 啊，一首反正乔姐要帮我们200万制作嘛。哦，可以可以，就那首歌，混音就100万。欸、我会混音。哎、欸，好诚恳哦！哎，省100万呢，省100万了。谢谢李希帮我们省了100万混音制作费。啊，我会混音。对，你不要再谈合约。哎，好，那有的网友也讲说，那请问一下，可以请佑用日文唱一下《水蓝色情人》吗？哦，哎呦，日文呢、欸？可以可以吗？这有这。可以直接这样翻哦，重新填词。对，要。哎哎，后边哎，后面的太大声了，我们都有收音到。还是你试试看。哎、欸，等一下，我就 Q 一下后面的。后面是 VIP，VIP。VIP，、欸、VIP 太大声了，我都收到了。不好意思哦，好，继续。有一点难度。那如果词的意思不太一样，对，就要文法，对文法要再要重新填词，对，还是要再讲究一下。哦，语言还是要再讲究一下，不能直接。对，不能下次直播了。啊，给你下次直播前的那个时间，那个没有了。啊好，日文版。好，那大家都知道日文版的部分是需要一些歌词上面的那个词义上面的部分。好，所以这个等之后，那罗罗常在直播时为粉丝翻译成英文，然后大家称罗罗是天使，可以请。罗天使。哎，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直接请李琦 Q 小提琴，然后让那个英文？让罗罗用英文解释李琦这首曲子想表达的情境给海外的人。哇，我已经近视，不是已经不是语言翻译语言，是已经是抽象的音乐翻成语言。音乐也是一种语言，是对吧？李琦是音乐是一种语言，没错。来来来，但是一个比较抽象的语言嘛。但第一，李琦不是每一天都带着小提琴在身上。你今天啊、哦，还好。然后第二，你要听着他的音乐，然后去讲出他的意境，然后再翻成英文。这个你们自己搞的，这你们关起门来自己去直播搞一件这些事吗？直播，有功课是吗？是的，是的，好不好？好，好，好的，好吗？那有的啊，有人讲说，请问一下这位执行长，您公司有没有什么真人的条件，可以怎么样成为你们公司的员工？叶大想请上班。哦，那个
目前因为我们华庆已经要并购了，所以目前没有在征新人，但是林老板的公司有在征新人，欢迎大家去按赞、哦、谢谢。你的公司是你的公司是，你要问你今天的那个所有的那个社群下面全部都在征人哦，征新人，请问有身高条件、学历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喜好吗？我智商要在线，对，然后不要乱挖坑。不要这样子说他，所以执行长没有了，没有了，开玩笑，继续的，继续的，先要换人，没有了，没有没有没有，他本来就在里面上班了，我已经在上班了，哦对哦，真的我真的不需要去啊，二技术长，是是是是是 ，OK 好，那如果我们刚刚讲了六位演员，如果现在变成男团，觉得在里面你们会各自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对，音乐男团，对对对对，譬如说颜值担当，vocal 担当，我当摄影师，男团，男团你没有摄影师，那我当灯光师，我当书画，没有，那我当摄影师好了，我已经先踏摄影师了。男团啊，男团，可我不知道男团有哪些担当哎、欸，你那你应该是舞蹈，你就是舞蹈，你就是舞蹈担当，对 ，dancer 啊 ，dancer 舞蹈担当。那请问一下，瑞嘉哥，身材吧，哎呦，还是这个压气球担当，没有，不是压气球，压气球，人间凶器，气球 killer， 气球担当，压气球担当，不是，每次唱到一半的时候就被压气球。大家，你知道有人说胸口碎大石，然后我是那个，是不是那个谁？他说我是人间凶器。没有，重点是那天真的太，他们两个都看傻嘞。很可怕。你们看怎么样？而且他人都没有晃。后来想说应该直接爆两三个，直接爆两三个可以。啊，我觉得瑞嘉身可以带领我们一起让身材变很好。是，有这种吧，有这种是有这个担当吧？对，而且每一次就我们的制服出来的话，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是都特别伤身，有没有？没有制服是？衣服都没扣紧的那种，就是永远都露，对，永远都破掉。对对对，穿消防队员的衣服，哎，是真的会有身材，就一定会有一个比较破，对，真的，我觉得今天应该大家都会有画面，就是如果这六个人。你OK啊、穿了消防队的制服，哎、欸，但为什么消防队？为什么要穿消防队啊？因为之前有那个、啊、以前的那种，就很多日历啊，因为必须要灭火，必须灭火。OK，OK、okay,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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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接下来你觉得你的担当？放火担当？我不知道，笑话担当。主唱啊，你不就是 rapper 吗？唱，就是 rapper。笑话担当？对啊 ，R&B。你是被笑话吧你？我也是很幽默的啊、欸。哎、欸，觉得两个会是双主唱担当还是？我觉得他低音很好听、欸。哎、欸，低音真的很好听哎、欸，大家都觉得你好适合去做广播。低音 vocal，b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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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好适合去当广播，所以他也很适合当我们的发言人，对不对？什么意思？就你讲一些正式的话，大家会觉得很字正腔圆，然后传达出去，就正式的发言人。应该是他吧。因为一般来说会找最，最霸气的。没有，没有，从小长大。没有，你只要讲话是啦。哦，没有，你只要讲话的时候，瑞嘉站在旁边这样。对，保镖。他站在你身后就好。我是保镖，你是发言人。千万不要当团长，千万不要。你真的适合当啊。我们拜托。OK， 所以其实他的声音非常好听，尤其像我们现在有那个录 podcast， 就是你的声音真的很适合让大家睡，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睡。这是好事还是？没有，你说他很容易让大家睡，然后他说他自己是消化担当。讲到睡，我要告老师。广播电台，都背烂了。你不觉得这样接起来太背了？又说我都不能说普通担当吗？笑笑睡着了，也有是普担当。大家安静听又讲话，又要润个喉。我是什么？啊，主唱吧，主唱啊，唱歌主唱了，主唱了。还有唱歌。你要当什么？你问他干嘛？当然要问一下、啊，问一下、啊，因为其实他很喜欢跳舞，但因为十四天跳太好了。
怎么？不是你的梦想吗？所以你擅长什么舞蹈？我觉得可以成团吗？没有啦，唱歌唱歌。可以成团。对，而且我们会成为一个唱跳为主的一个。起来！拉小提琴，拉小提琴。没有，他可以负责我们音乐嘛？他抓歌什么的？他说：“其实我唱歌也很好听啊。”他是负责混音，他是擅长混音的。百万混音。李琦唱歌很好听，李琦唱歌很好听。李琦唱歌很好听，穿什么？穿什么？声音很厚，声音。我不会唱歌。你那时候不在楼梯间一直唱？我在楼梯间唱啊。那时候你也在。我在，他没有一直。哦，他有唱。他唱哪一首？唱哪一首？唱一下。是陈奕迅的吗？还是？哎呦！我昨天生日快乐歌。来！前面没有人生日啊。有。喂，他生日。搞不好前面粉丝有人生日啊。对，一定有人留言。对。我们要祝，我们祝我们今天直播的人的生日。生日的朋友们。一定有，好不好？我不相信。叫了。大家现在马上刷屏，看有没有生日快乐。马上。我跟你讲，一定有，就算是高是多。三号生日你会说这件事？西班牙的生日快乐歌呢？来，一定有吧？就一样啊，有，旋律都一样。是西班牙的。有，来，今天 M S 啊，有 M S M S D E B B， 还有我生日 Y E S， 好不好？他生日真的有人生日了，李琦唱吧，骑虎难下，快点，真的，还是你要关灯？好啊，关灯啊！哎，大家把那个灯关掉，开他那边那一盏。好像也不错。4、3、2、1，祝你生日快乐。干嘛？西班牙吗？什么？要西班牙吗？其实旋律是一样的。唱语言不一样。语言啊。好了，他害羞了。我害羞了。在这好好小小声的那个。不是，因为我之后要出专辑，我现在不能。快！秘密武器哦，不能曝光哦。不好意思，我们李琦之后要出专辑，经纪人在后面，他很生气，所以不能够开金口，对不对？还不行，不能随便开金口，不能随便唱歌。有哎，等一下，那个混音的那100万，如果拿来的话，我可以考虑。一首生日快乐只混音100万，就对了。好，我们换人。好，那接下来呢？那个因为很多海外的粉丝哦。裸罗是什么担当？怎么退台？担当。不好意思，我们接下来。郑重的介绍我们 WBL 里面的国际部担当，好不好？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国际部主任。我觉得要当国际部担当吧，就外交、啊，外交，对不对？对，我们所有海外巡演啊，就要靠你了，好不好？怎么了？现在介绍那可以有也有100万吗？你也有100万。我也可以当这个，然后我不收你100万，我就收刚刚那个100万。练财情侣什么意思啊？练财担当。难怪一个就是收他100万就对了。哦，收100万。好，那因为很多海外粉丝因为开始追 WBL 系列，所以开始练中文。你们每一个人可以教他们一句口头禅吗？好啊，而且我们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全世界的观众朋友，就是为了要学习跟着我们 follow 我们啊，就是下载 IG 的，下载 Facebook 的啊，翻墙的，然后学习那个不是 Apple 手机，但是又要下载。Clubhouse 的很多大家都学会了很多的技能，然后很多人也开始并不会中文，但硬生生要看中文字幕跟听中文，然后再去请朋友帮他翻成英文版本。对，所以你们每一个人跟他们讲一下中文，我们好不容易这一次我们走出了世界，啊，有没有什么样自己的口头禅可以教大家？您说角色的还是演自己或角色都可以。对，就教他们讲一句话。对，想到都是不可以分享。哦，就是如果他们想跟别人讲说，我会讲中文，哦，我会讲说啊可爱，或者是什么我爱你哦，也可以。就教他们讲，如果你们可以碰到我们的话，就是说，对，我喜欢你们，注意到的讲出来。哦，这是你的口头禅。哦，这个不错，这个不错。我们瑞嘉哥的口头禅是“我喜欢你们”，天天说。哦，这个你教他们讲，碰到人家去讲都会是 OK， 或是他们对我们讲，那中文也是可以啊。我觉得这个蛮好用的。那你的嘞？新年快乐。没有。那么我教他们讲一个可以装的一句话，就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他们只要遇到人，他们讲这一句，绝对会吓到。讲中华文化，就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我觉得他们会被带走哎、欸。没有，如果一个只会讲这句话的，就是任何地方的人，然后突然讲蹦出这一句，你会不会吓到？好像蛮有造诣的。例如说，对，就是你在搭捷运，然后突然有一个那个美国人摸你的肩，然后你转头，他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啊，会吧？”会吧？只会被吓到。我会报警。对，我会想，然后他会。我好想知道，你说外国人对我们讲吗？我好想知道之前真的被吓骗一个人刺青，不知道会叫他刺什么？刺什么？对，他可能刺博大精深。不会啊，会刺是不要讲啊，这个在直播。哎，对对对对对，好，来，所以我们会教大家。教大家什么？或口头禅，对。恨是什么？为什么要一直 repeat？ 已经被你讲得很好笑。导演打来啊！导演，导演，我们在直播，我们在直播，我们在直播。导演，你什么时候来？直播到几点？我们现在要过去，我在罗斯福路。好，我们只剩十分钟哎。那我还要过去吧？那我就不过去了。但是导演，你现在出现在全世界的直播上面哦。因为我们是开扩音。对。那你跟大家 say 个 hello 好。你叫粉丝。It's the director we're speaking to。那我们开视讯，开视讯，开视讯，突然之间导演开，好直接的一个人，对对对，哇，那个镜头也太帅了，真的。大家有看到导演吗？啊，有哎，真的有哎，好清楚哦，口罩拿下来，口罩拿下来，果然是高清啊，好清楚，而且还整理头发，还整理头发。他应该等一下，他定位吧。导演要跟大家讲句话吗？大家好。没有，就是如果今天你要教不会讲中文的人讲一句中文，你会最想教哪一句话？啊？导演好帅。导演好帅。导演说他要讲导演好帅。好，那导演是谁？瑞克。旁边是瑞克，也就是摄影师之一，摄影师之一。好。餐酒馆服务生，对，你的员工，你的员工，哎，瑞克，对，我员工。大家，那个，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先跟导演拜拜。拜拜，拜拜，导演，拜拜，导演。导演，我们要抛弃你喽。好，拜拜。拜拜。爱你，爱你，爱你。好啊，那个啊，好，导演再见。那个，好啊，那这边你要讲什么？你哎，那句你要讲什么？中文，口头禅。螃蟹，大螃蟹。各来，等一下，还有一句，各来一斤。大螃蟹，好吃。对。好的，我们这位教大家是螃蟹，大螃蟹好吃。你教这个干嘛？你爱吃螃蟹吗？我私底下会讲啊。你私底下会？你在什么情境下会讲？对啊。就是被吓到之类的。螃蟹，我看你这边大螃蟹。一只大螃蟹，请问一下大家粉丝，各位粉丝，你自己截图哦，自己截图哦。刚刚他们吓到一只大螃蟹，他说螃蟹的表情是这样子，一只大螃蟹。好，那个等一下，什么意思？我黑人问号，我真的问号。好，算了。好，但我觉得那个粉丝会 get 到一只大螃蟹。OK， 螃蟹零。哎，又到那边，你竟然先给，好。你说什么？好，真的是好，这是他的口头禅吗？嗯，因为你常常对啊对啊，你说什么？这句话很有用啊，蛮有用的。对啊，就教你们，就是被问到不会回答问题。你说什么？好，你说什么？今天李琦哥哥教大家的叫做你是什么？那你 translate in English. What did you say? Just translate. Okay, yeah. What did you say?哇，这是 international 部门的，然后来，那快那个。我的话是，因为我喜欢跟大家聊天，所以我要教大家就是一起吃饭吧。今天裸裸教大家的是一起吃饭吧，就可以边吃饭边聊天。你请客，你请客。好，那。又想到了吗？想到了。来啊，讲了，他讲了，想到了。啊，赞！不对，你的赞不能一个，你要讲赞！赞！没有赞！可以。
哎、欸，对，哎、欸，来讲一下，就是说一个大螃蟹，好，站站，你先讲，再搭他。一只大螃蟹，站站，好大只，站站。哦，下一题是什么？然后之前就要做中华，有点迷。有了，下一题啊，下一题，泰文大挑战。来，泰国的粉丝许愿，可以听到主演们说这三句话，但是拉拿祖。哎、欸，上次我们有，上次有讲过，你学会拉拿祖祖，对，拉拿祖祖，来，你最会了，来，拉拿祖祖，祖拿祖祖，这是台湾的，就是喜欢你，对，拉拿祖祖，你要对镜头说，镜头说，没有，镜头说，你不用对他说，你对旁边的人说，拉拿祖祖，我很怕他反而对鹦鹉，拉拿祖祖。哈哈哈哈哈！就尴尬。鹦鹉是不是？你们两位不是阿爸讲什么？不太会。你们两位刚刚讲那个彭拉昆拉卡，彭拉昆拉卡。哎，还有其他句有就。哎，对，彭拉昆拉卡是什么意思？彭拉昆拉卡，彭拉昆拉卡。哪里啊？西通拉。阿库纳马塔塔。对。我没有时间研究。来，我们剩五分钟，没有时间研究，剩五分钟。先讲吧，先讲吧。对，先讲，先讲。那是越南。讲就对。对。先讲。国际翻译组真的很有研究的精神。那个翻译担当你在干嘛？我是翻译担当。我们在哪里呀？还我！还我！好。哦，我爱你。好荒谬。彭拉昆拉卡。是不是啊？哦，你看那会考，他们两个讲那个越文，彭拉昆纳卡。哎，你们对彼此讲，对彼此讲，一个一个讲的。彭拉昆纳卡，彭拉昆纳卡。好，赞！你们最后一句。Kitten 纳卡 ，Kitten 纳卡 ，Kitten 纳卡，什么意思啊 ？Kitten 纳卡，就应该也是喜欢你之类的。维大利 ，Kitten 赞赞。Kitanaka 好，好，那是下，那个很合哎。Kitanaka 啊，很原始人。哎，好，然后越南的粉丝，差点要生火。来，越南的粉丝也要挑战。对，要干拌。要干拌。我爱你们。对，要干拌。对，要。要尬班吧，要尬班，都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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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尬班，来一起，都一要，三二，都一要尬班。但是你要都要尬班，要大家一起要出去啊，都一要尬班。好 ，OK， 好，五、四、三、二，都一要尬班。赞哦 ，OK， 好，我们大螃蟹，一只大螃蟹赞赞。好，那最后的部分呢？那个好，那个最，因为我们现在三分钟的部分，你大概有没有想要跟粉丝讲什么样的话，或者想要对彼此讲什么话？有没有对粉丝讲什么？我来构思。你要构思，我们给他30分钟的时间慢慢构思。给我三分钟，哎，好，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难得，我们今天非常难得的部分呢，我们粉丝的部分有帮他送花，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一个一个拿给大家之后，请大家对着镜头跟粉丝讲一下话，好了，好不好？好，来，这位呢是我们的，来看看这个粉红色。一定是哪一队的，你知道吗？米奇，罗德伯。对，为什么？因为尾鱼是粉红色的。来，两位来。尾鱼色，尾鱼粉。来，这边是林伟的。时间有限，快！快！分到之后肯定没了。这个，接下来。一起谢谢。这是我们的吗？手针。手针，因为这么的纯白，所以这是一个纯白的两位。耶。这个是手一的。哦。这个是我们的。我们一起好。啊？累了吗？没有。简轩的。快站起来。你们两个的颜色是什么？蓝色。水蓝色。水蓝色。哎，你水蓝色是来，这个是我们雨腾的。谢谢。你知道你的颜色是什么吗？水蓝色，紫红色，紫红，但是这不是紫红色，来，没有，紫红色要配水蓝色，一起香啊，好香，要讲什么？看这里，来，大家看，大家先看镜头好不好？看镜头，然后对着镜头，一人一句话讲过来啊，好，啊，一句话，大家，谢谢大家看，或者是全球粉丝，对，我们今天难得跟大家一起，好，我先吗？好，我先啊，哦好，
就谢谢大家支持永远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逆袭，那希望你们都很喜欢，然后希望你们也喜欢我们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这么喜欢永远的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逆袭，我爱你们。希望这部片都可以为大家带来许多欢笑或者是悲伤也好，希望能够走入你们的生活。谢谢大家的支持，第二名的逆袭开始了，希望你们会喜欢。他好正式啊！谢谢大家，赞赞。好，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就希望第二名的逆袭 WBO 系列可以继续带给大家欢乐，谢谢。好，所以呢，今天因为我们时间也到了，然后我们再次请那个，我们就请世德帮忙讲一下，就是那个感谢一下全球的粉丝的部分都在这边，就是跟着我们观看，然后希望大家也是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的活动，还有就是大家等一下会锁定一下我们13号，就是13号的部分会有一个 surprise 的活动的部分会跟那个会跟大家公布粉丝见面会的部分，对不对？台湾区粉丝见面会的部分。13号的时候有粉丝见面会，那请大家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追踪活动follow活动资讯。如果有什么详细想要知道的话，请去查询结果娱乐。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二名的逆袭第一集已经播了，然后只会越来越精彩。其实第一集算是这个铺垫，对，希望大家都可以持续的follow。谢谢我们团长，谢谢团长，WBO的团长，然后我们要先挥手一下，然后拜拜，希望下次的部分再见面哦，谢谢，这边，然后这边，你们大家各个到镜头前面跟他们 say 个拜拜，好不好？好啊，我们走过去吗？对，你可以走过去，我们自然一点，好不好？噔噔噔噔，走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拜拜。拜拜，都没了，对。